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，欢迎来到全面战争模拟器。早前我是用兵编系统还原过鸣人的多重影分身之术的，今天我又把鸣人请了出来。这一次咱们要还原的就是鸣人的螺旋丸。首先我们要把鸣人的模型给创建出来。鸣人还是非常简单的，挑选三款发型，把它们叠加起来，然后把颜色一换，嘿嘿，发型就搞定了，护额也有，非常棒。下面去挑选鸣人的服饰，这边咱们全部使用 TABG 的素材，先把背心穿上，然后把颜色换成橘色，最后把拉链换成灰色。脖子这里目前是空荡荡的，那么再穿一件牛仔衬衫，把颜色换好以后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件真的是太贴合了。现在还缺少领子的部分，再把这件猫王外套给穿上，颜色同样换成淡黑色。哇哦，上半身一下就成型了呀。裤子就更好挑选了，也是 TABG 的素材，把颜色换成橘色，是不是非常简单呢？最后就剩下鞋子了，鞋子也是需要用叠加来处理的。三款鞋子叠加好以后，颜色统一更换成淡黑色。 OK， 鸣人的造型就完成了，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搓搓丸子吧。这是普通版本的螺旋丸，射速我是降低了一些，太快的话就变成气功弹了。哇，太帅了吧！接下来我要还原的就是。其实这个效果是咱们的老配置了，杀手隐身的技能加上快速投掷的效果，本体再搭配分身技能，这样超大玉螺旋多连丸就还原出来了。好的，咱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